制造大局的两支球队。对，现在两好两坏，结果这个球轻轻一捞在游击的后方左岸的时候迎上前来，又是一个德州安打。这时候呢，整个运气也是在客队这一边，连续的四支安打，高国庆呢也是连续两场比赛呢都敲出了安打，这时候呢送回了三垒上的陈庸基，比数现在变成了统一 7-11 狮队再添一分，而且现在还是没有人出局，一二垒有人，位置都调这么投得这么刁钻，还被打安打，真的很无奈。所以统一好好的就是掌握的这一气，这个已经是一个偏低的坏球，还被他捞到。不过大家也知道高国庆喜欢打地球，是这个。